最近嘉义县肉品市场猪只的交货量大约减少10%，价少则是起了5%。根据了解，量少价少起的原因，除了猪源明显的减少，也甲唔甘卖有关系。如果端午节进前一礼拜也阁有起的空间，猪肉站原物料以土豆大起20%以上，上课业者食袂消，其他的大部分拢是持平。嘉义县肉品市场主任侯明才讲，该场每天模拟供应均量大约850只，大概10天前剩780只，5月6日下探到760只，花花计数则是由每台斤76块起到80块。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特产科长林佩如表示，猪的批发价近年走强，前冬4月每台斤平均59.88，5月起到67.33。去年4月则是67.58，5月70.91，今年4月76.2，5月至今平均78.54。伊讲愈接近端午节会愈悬。金控的这个价格，大概这个消费者保护跟我们物价的稳定小组就会去介入调查。那个都希望大家不要有故意去囤积跟哄抬的行为。每冬的7、8月，因为夏季高温，猪只配种成功率低，猪仔的出生量减少，饲猪需要何时到5月？猪仔通常伫过冬的5月左右上市，因此5月份的猪只上市量其实是真矮。你今年需求也比较较悬，每工得缺大约500至800只，造成猪肉价少起价。最新新闻，中来新李德祥采访报道。